挺多次的，很多次。充能完毕。欢迎宝宝。我最在行的事就是替弱小的人出头。是有备无患。有备无患都来，不是有备无患，有备无患还不如防患。防患于未然。我们先到六。飞波兵线，队友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尽量给队友一点视野。不管是，就是你队友要打那个先锋，不是打那个虫子，还是进对面野区，你推的那个视野，你推的那个兵线，你就可以。第一时间要么去支援队友，要么去不让对面去游走。我属于这里，我们都属于这里。你他妈的怎么不给引来啊，老弟，不是哥们。疯掉了，想跟我打，让他们不游走吧，我们辅助只有游走了一波，打了一下对面撞的，还不错。啊，你看看我们辅助在哪，兄弟。我操，妈妈我你他就这个装备给我们打，我们五五开，而且我们有线，有线就是有线圈，给他一波线，一波炮的线，无论生死我会全力以赴。啊！这才是。人人都指望着我。虐兵。阴不在阴，是吧？肯定吃力。换人头不亏，这个瑞文一刀把我砍，那人不来了。
又是什么怪物？他线都破了。咋的？刀妹又是怎么死的？啊？我直接把他们俩，我的兄弟，这把前面一直在想别的，没有。往左。这中单上一波不交那个闪的话，别冲吗？没眼啊，这中间真是弱，应该能杀，对，哎呦。我刚刚不是，为什么他在中间我 A 不到他？你们有看到吗？好奇怪啊，对面也没复活甲吧？我打完我想去看一下，什么个情况？你播我们吗？我去清线吧。公路线够了。我得看一下，我刚刚他妈的在他们人堆里面，他们对面在我人堆，不是，我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对面人在我 Q 范围里面，他妈的，我 Q 不到他们，是什么鬼啊？我穿透攻击了吗？我操 ！OK， 我看一下，对，第二波。